哎，各位各位各位，听我说，光从这一单来说呢，我承认的确是亏本了，但是我想跟大家算算另一笔账。小唐，照片准备好了吗？照片准备好了。今天啊，我来的比较匆忙，刚下了飞机呢就到这里来了，没来得及时间做 PPT。 刚进会议室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呢，既然没有 PPT， 那就让大家看图说话，毕竟有图才有真相嘛。这个其实才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。包总，你点放心就好。好，各位老板，请看，这就是我在正安的明华吉他厂。而这个呢，就是我的办公大厅。这是工厂还是技术馆呢？是啊。哎，各位老板，我口误了，不是我的办公大厅，是大家的办公大厅。啊，这个呀，是我们正安吉大特区的联合办公区，但是呢，我现在还没有搬进去。没搬进去？哼，那算不得数。陈叔啊，这个就麻烦你跟各位老板介绍一下。各位老总，我严正刚是军人出身，所以从来不喜欢说大话忽悠人。这个办公区呢，是我们利用正安农机厂原有的老厂房基础上改建而来的。我们就是想给大家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办公环境。所以呢，我们还特意派人去北京的798艺术区考察，还聘请了北京的设计公司来规划设计。现在这个办公区正在改建施工当中，保证3个月以内交付使用。真的假的？所谓筑巢引凤，我们政府是非常有诚意的。真的假的呀？谢谢严叔。各位老板，再来看看这个。你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说再有客户来谈生意的话，到这个地方喝着咖啡谈生意，多惬意的一件事情啊！再请上一个美女的吉他手，哎，王总，就说你们木棉吉他吧，你说来客户谈生意了，随手从墙上拿下一把木棉吉他，现场就弹唱起来了，多有面儿！小儿歌吧，这种我们见得多了，看不上。在座的各位老板见多识广，这个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真的不算什么了。那我们看看下一场。这么大的厂房，一间厂房35个工人，广州比得了吗？嗯，广州的地价这么贵，房租这么高，我相信各位老板恨不得把所有的工人都挤在鸟笼子里面工作吧。但是呢，在这么好的环境底下工作，请问哪个工人心情会不好，哪个工人工作效率会不高呢？对呀，确实这个工作。各位老板，我想请问一下大家，你们谁家的吉他厂没有用过我们正安打工仔？80年代以来，成千上万的正安人在广州各大吉他厂打工。那么请问大家，他们给你们在座的各位挣了多少钱？方清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搞错？你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欠你们正安的？是，就是。董哥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的意思啊，就是想问问在座的各位老板，你们现在心里是不是有点小小的用工荒呢？有没有？有吧？好，那现在
请允许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05年的春节啊，我们正在正安过年，一家人呢正吃着饭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敲我哥的门。谁呀？打开门一看，是领我哥入行的老师傅。这老师傅呢姓朱，名字叫朱广臣，可能很多老工人知道，在座的各位老板可能就不太清楚了。他呀是梁家富手里一等一的制琴师，因为受了工伤就被劝回了家。各位老板，这才50多岁呀、啊、就这么告老还乡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在正安像朱师傅这样的老人是不在少数的，很多40-50岁的老工人熟练的技师，不是因为年龄的问题，也有的是因为回家要照顾家人的问题，纷纷就回了老家。但是重点不在这，是在用工难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越来越多比我小的孩子都不愿外出打工了，起码不愿靠劳力来做工。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想问问在座的所有老板，如果说你们去正安办厂，正安少说也有几千回乡的老工人和熟练的技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笔优质的人力资源。我跟大家说说大局势吧。浙江、广州等沿海城市啊，未来一定会引进高科技产业，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呢，一定是往内地、往西南方向迁移。当然，这不是以我们个人意志而转移的。在这儿啊，我只是跟大家提个醒，说不定在座的各位老板，到明年的时候都会来谢谢我呢。好了，我该说的话呢也说完了，该跟大家算的账呢也算清了。各位长辈，各位老板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考量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到底怎么解决？不是该要考虑一下？对，说到底子上。庆华，正安我去了。还是董哥支持我，算我一个。对，我也去。哎，我是花，我支持你，我也去。好，我也去。起来，好，哥，咱们去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稍安勿躁啊，稍安勿躁。意向书呢，已经发到大家面前了，但是我必须跟大家承认，第一批的厂房啊，只有10间。所以啊，真的只能是先到先得。意向书在大家面前，谁先签，谁就先得。来厉不厉害？厉害！哎，咱一边吃饭一边说，我要听所有细节。行，咱去吧。多吃点，小曼。嗯。哎，我觉得清华那小子还挺能折腾的，他硬是把我们这个行业的所有大佬都给请去了。而且我听说啊，现在正安的政策特别好，那些老板都抢着要报名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好歹也在这个行业混了那么多年了，
这个正安的政策如果真的这么好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联系一下清华，问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主要是我觉得他可能需要你帮帮忙吧。哎呦，我说你呀，正安那边什么政策我能不知道吗？他能忽悠了别人，能忽悠得了我吗？行了，少跟我提他。爸爸，叔叔回来了，他肯定给我带了礼物，他什么时候来呀？哎，小满，你叔叔他很忙，没时间来看你。嗯。哦。这样吧，周末的时候爸爸带你去游乐场。爸爸，你这次说话一定要算数，上次你就忙工作失约了。好。拉高上吊，一百年不许骗。哎，快去吃饭！快吃饭。严叔这回真是扬眉吐气了。你知道那些老板怎么样吗？哎，扒着胆子喊着说我要不明，我要去，都快打破头了。那严叔他又是县长呀，是不是？哎，还得摆出那个感觉啊，说哎，那个不要争。不要抢，哎，这批不行啊，我们还有下一批呢。这话虽这么说哈，其实啊，心里热开花了。来，先放，来。哎，这次表现真不错，连你哥都没料到。我说你这个人呐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好端端的，提我哥干嘛呀？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你哥的帮助。你去找他了？我哥吧，他一定不赞同我帮严叔招商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哼，反正这次没有他方清明，我照样把事干成了。嗯。清华，这都快十点半了，那些签了投资意向书报名要去正安考察的老板们怎么一个都没来啊？严叔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再等等吧。严副县长，清华，他们不来，我们来了。董老板，欢迎欢迎。我们来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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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严副县长，那帮人不来的原因清华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要不我们再一起去拜访一下那些老板？不用了，你搞定一个人就行了。谁呀？我们行会的大会长梁家富。你们要是把他搞定了，其他人就会不请自来的。梁家富，请坐。好。严副县长，请茶。谢谢。包老板，请吧。梁会长，梁老板，几天前因为您到国外去了，所以很遗憾没能邀请到您参加我们县在广州开的招商会。今天我和清华专程过来拜访您。好说好说。这是我们县的招商意向书，您看看。要不我给您讲讲也行。哎，请吧。严副县长，我先问问，正安那么小的地方，跑到广州这么大的地方招商，
说白了，是您求我，还是我求你？当然是我求您了。阿豪，你们俩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！你个碎仔，造反啊！哎，方千华，这轮到你说话了吗？你能代表政府吗？我能代表政府，但是刚才你们把我们县的招商意向书扔到一边也不看，那我们还怎么谈呢？既然是你来求我，那意向书当然应该我们出吧。没问题，你们出也可以。但是合同都好说，关键是我觉得你们的诚意不够啊。梁会长，您这话又从何说起啊？很明显啊，如果你们这么重视在广州招商，那怎么也要一把手县委书记来一趟吧。有道理哦，我都觉得好有道理哦。那好，梁会长告辞。阿豪，顺客，请吧。没想到梁家富这两年又混起来了。不过做生意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起起伏伏的。我跟他之间呢，也是真有合作过，但是，要不是他踩我一脚，就是我压他一头。当然，也有真心合作过。不过呢，一有机会，就会整对方一下子。我真失策呀，真不应该跟您一起去见他。您自己去见他，会好很多的。哎，秦淮，我觉得你也不用想多了。我个人认为，可能不是因为这个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些老板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人。不行，我得给邓书记打个电话。哎，叶叔，您还真打呀？废话，他这是将了我们一军。我看这个梁家富啊，还真得请出邓书记来治他。喂，邓书记，我是老严。老严，情况怎么样啊？我想请你出马，来趟广州。怎么了？邓书记，我出来之前，你可跟我说过，需要支援的时候随时给你打电话。现在就是我最需要你支援的时候。请啊，阿里一定不要喝多啊！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梁会长来了。你好，你就是梁会长吗？哎呦，你看看，我现在真的变得这么有名了吗？就是啊，久仰久仰。梁会长，这就是我们正安县的县委书记邓书记。啊，好，欢迎欢迎。哎，一起坐吧。哎，菜已经都到了啊。大家今天晚上要吃好喝好啊！对，多喝点，多喝点啊，多喝点。啊，尊敬的梁会长，还有各位在座的老板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。我跟严副县长，我们既然是来招商的，就应该有招商之道，就应该有诚意。
就应该有酒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定要，一定要喝啊！必须的。大家看啊，我给大家带了我们贵州的好酒，是我们正安的老百姓用木瓜做的一种风味酒，大家一会儿多喝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啊，有一点，请大家呢能够谅解，我跟严副县长，我们是政府的人，我们在桌上是不能喝酒的，这一点呢，请大家来体谅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俩用茶，今天也得陪着大伙儿吃好喝好，你们看行不行？行，大家喝多一点，唐一长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看他们聊得挺开心的，邓书记出马一定没有问题。哎，快点。干了，哎，喝，满上满上，都满上，多喝点啊，多喝点，书记啊，我们喝了这么多酒，还没有收个正事，不如就是讲几句吧。对呀，对，好不好？行，看来大伙儿啊，这酒也喝通了，那我就说两句正事儿。好，掌声鼓励。梁会长，啊，我想请教一下在座的各位老板啊，这做生意什么最重要？文清，当然是赚钱了，赚大钱啊！我倒是想听听你的告诫。啊，对对，好，对对对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国商家的祖师爷范。在座的哪位老板跟我们正安签过投资意向书？签过的请举手。好，你们都举手了是不是？书记，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说，你说，你们生意人讲诚信，我们政府更讲诚信，而且我们把这种诚信做在前面。在座的各位老板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兑现你们的承诺呢？听说还有人嫌我们严副县长的官小，居然把他带来的材料。书记，严副县长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他们不去，
是我的主意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吧？我告诉你，工厂搬家不是小事吧？你知道吧？从广州搬到贵州，光是搬迁费和那个误工费都得上百万，对不对？去也是不可能几家去，去就得抱团去，把整条产业链，上家有企业，哎，就像张景华的木材产业也都要带过去，有规模有配套才做得上去，对不对？对，确实才行。还有啊，方清华这小子蛮会忽悠人的嘛，我就怕他们被他忽悠啊。梁老板，我来广州这么多年都骗了谁了？你今天当着书记的面必须说出个一二来，要不然您就得罚酒三杯了。清华，看你还捣上乱了啊，还敢罚会长，你要罚你罚我。醉醉醉。梁会长，今天啊，我敬您一杯。梁会长，虽然我们是小地方的政府，但是我们很看重诚信。你们是商人，你们也很看重诚信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政府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你看看这在座的老板是不是也该说话算数呢？是啊，是是是。书记，严副县长，你们的诚意，你们的诚信，我看到了。不是这样吧，我回去组织一下，然后亲自带队去正安考察，到时候再决定投不投资，你说怎么样？好好好。好。说实话，我今天挺高兴的，真的能见到您，能见到各位老板，我就挺高兴的。太客气了。只要你们去，正安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今天我跟我们严副县长，就代表我们正安63万老百姓欢迎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事情还没成就说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真是误以为报啊。老梁，我觉得你给大家唱点越剧。哎呀，好啊！不要了吧？来，你就别推辞了。你看今天大家这么高兴，唱一个喽。对，唱一个。好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咁我就来一首《地里花》。好，各位老板，这边请。好啊。哎，小心点。好吗？在正安，我们等着你们。咱们啊，下次再好好喝。这酒太上了。谢谢。你这招棋我不说什么，他们的诚意我是看到了，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说。庆敏为什么不去？要是他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，我去正安考察，也就是考察。
什么事儿啊？严叔带着我们县的邓书记来了，想请你帮忙说服梁家富。我们兄弟俩呢，是我留在广州坚守，清华去那边办个分厂。如果那边情况好，我可以马上过去，这样不失先机。万一那边情况真的不好，有我在，他可以随时撤回来。我觉得吧，你也带一条生产线过去吧。供销两头在外，中间风险、用工问题，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啊。这样吧，你先过去干，干三年，要是亏了，我赔你。啊？清华同意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也没必要知道。秦明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正安是我老家，清华是我老弟，我为什么不这样？怎么样，哥？搞定了。他带队和书记一起回正安考察。你怎么跟他说的呀？你就别管了。什么时候回正安？严叔跟邓书记都等着急了，我明天就走。走吧。梁总，合作愉快。一定的。梁老板，哦，正好，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的。你们下去等我。走，行，好，先走了，我们先走啊。什么事？我哥那天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你怎么就这么痛快地答应来正安？秘密。没想到兜兜转转又遇到一关。
严叔，政府给你出资重新装修布置的办公区，还算满意吗？满意，完全是超出我想象的满意啊！真的太感谢你了，也感谢我们正安县的领导。清华，你是第一个回正安创业的企业家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俗话说，万事开头难。你这头一开呀、啊，等于说就给后面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，那政府肯定要对你格外扶持啊。他们出资给你装修办公区，与其说是对你的支持，还不如说是对你的鼓励呢，明白吗？严叔，我明白了。好的，清华，如果你还有什么需求和困难，随时跟我联系，啊。刘三宝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要回家。哎呀，回什么家？你一天回八趟家，我这回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回去，不能回。我就要回，不能回。我回我自己家，咋还不能回吗？我也不是气你们家，你不要我气还有道理可讲。我回我自己家，咋还不能回吗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上班时间有上班时间的规定。别个小学生们都还有请假上茅厕的时间噻，我回人家咋个就不可以了吗？我跟你领导管天管地，你也管不到我拉屎放屁噻。我就要回，不行不行，你给我回。拉屎放屁，工厂有厕所，自己上去，不能回家。我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回家拉屎还可以当肥料用噻。你这就是胡搅蛮缠，你知道吗？我胡搅蛮缠，对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领导，你也在里头。好，听话，住手！哎，哎，清华，你来的正好。张小文那个臭小子，我怎么跟他说说不通？那个脑壳转不过来，王官，哎呦，急死个人喽！刘三毛，进厂的事我就跟你说过，工厂有工厂的规章制度。上班期间不能擅自离岗，你这样说走就走，像个什么话呢？我是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这是啥子规定我听不懂。我只晓得，如果鸡不喂，鸡就不下蛋；鸡不下蛋，我就没得吃。我没得吃，我死了咋个办？哪个负责？你负责吗？哼！哎，哎。什么看？干活去！哎，清华，你说这怎么办啊？啊，村民跟村民之间认识，而且还沾亲带故，尤其是那刘三毛，你说一句，他十句在后边等着你。厂里边的规章制度形同于摆设，无组织无纪律，干活还不专业。我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，其他厂也有这样的问题。可是你这样，工作效率上不去不说，产品质量也上不去啊。本来吧，我想着大家都是老乡，不想在罚款扣钱上面说事儿，但是这么一来，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加大处罚力度？没错，那些消极怠工，怎么说都不听的，一律开除。一会儿，我就重新拟定一下规章制度。那也不行啊，这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这么一弄，不得把人得罪死？我们是做企业，又不是走亲戚。是时候该杀鸡儆猴了，好吧？不能再买吗？我们可以再买。我们家那不行。你家。开会啊！各部门都到齐了吗？该来的都来了，不该来的也没来。就你话多。笑够了吗？啊！笑够了就开会。今天借厂里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我想跟大家谈谈。站在这里的各位，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，可是进了这个厂，就是工厂的一员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这工厂也有工厂的规章制度。现在我发现，给大家的规章制度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了，是吧？啊！我知道各位挣点钱不容易，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拿罚款和扣工资来说事儿嘛。啊！
罚款、扣工资，那是资本家干的事儿。可是无组织、无纪律、工作无效率，损失的是谁呀？啊，是工厂。今天刘三毛在工作时间说要回家喂鸡，可是为他自己去了吧？严肃点，听方总说。刘三毛违反了工厂的规章制度，擅自离岗，不听领导的警告与劝阻，因此按旷工处理，扣除一天工资。凭啥子扣我工资？我又不是没上班干活，规章制度也没说回家喂个鸡都要扣工资啊。你旷工还不扣你工资吗？